啊，是不是有天堂？是不是有极乐世界？我相信，科学技术在不断向前发展，会有一天证实。科学家相信，真有不同空间维次存在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。啊，天堂地狱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空间，如果有能力突破，你就看到。啊，用什么方法突破？宗教里头用禅定，禅定能突破。同时，我们也晓得了，为什么会有空间层次维次？它是从分别执着分出来的。啊，出现这种现象，如果分别执着没有了，空间维次就不存在了。啊，科学今天证实，时间空间不是真的。这个发现好啊！啊，大乘佛法里面不承认时间空间是真的。啊，时间空间在大乘教里头说的是什么？抽象概念啊，不是真的事情啊，是属于抽象概念。所以清净心恢复了，这个界限就突破啊，六道里面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平等心出现了，连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也突破，真正能得到大定，啊，恢复到自信本定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你全看到了。